Today's words of wisdom. Is immortality possible? Will be presented in Formosan or Taiwanese and Mandarin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verseas or Vietnamese, Chinese, Dut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Thai, Turkish, Urdu, and Spanish. Formosa, Taiwan. 伫葡萄牙文是美丽之岛的意思。为这款太平洋火山，也就是地震区的西边，因为地震落地运动不断进行，形成岛上雄伟高山、山峦、冰原、盆地、海岸线，甲一挂奇特景观。福尔摩沙四季分明，包含热带、亚热带以及温带气候。差不多有18,400多种野生生物栖息在岛内，其中20%以上是罕见或者是近未绝种的生物。其中有猴呆、福尔摩沙山羊、福尔摩沙猕猴、福尔摩沙乌熊、花鸡、雉鸡、雪山草林等等。福尔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伊一连串惊奇壮丽自然景观，包括古城镇、甲原住民部落、迷你的山脉、美丽水墙、甲精雕游客的寺庙。福尔摩沙的文化多彩多姿，来自无同款背景甲地区的人汇集此地，亲像原住民、早期中国南方的福建人、客家移民。荷兰人、西班牙人、甲日本人，以及远近的中国大陆移民，拢对福尔摩沙的发展贡献真多。客家文化、台湾本土文化、甲中国大陆的文化，融合成一个丰富佮多元的文化甲社会。无论是宗教、建筑，还是语言，福尔摩沙样样皆全。这是上帝稳定加持的乐土。1980年代，青海牧上师来到福尔摩沙，当伊住伫一间小庙时，一群福尔摩沙的人，经由内在太阳的指引，伫一个暴风雨的暗暝，前来要求师傅教因观音静坐法门。自彼时起，青海牧上师传授观音法门。和福尔摩沙新千九班的经历对身者，观音法门是一种关内在光甲阴的静坐法门。观音法门的静坐是青海无上师慈悲的礼物，分享给这个世界，甲已经准备好要倒转去家己内在天国的人。除了分享伊的境界以及灵性的智慧，青海无上师嘛伫福尔摩沙各地支援正在活动。而且进行人道援助，发生自然灾害时阵，更加是全力救援。因为伊个爱心的典范加高贵的行迹，阮福尔摩沙世界会会员嘛热心参与照顾同胞以及关怀世界各地人的活动。感动到因个信心，甲对伊内在天国知识以及开悟的心的渴望。青海牧上师主问福尔摩沙求道者的众多邀请，分享伊的智慧甲真知远见。2007年年初，青海牧上师回应了世界会会员心底的渴望，在2007年2月18日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甲来自全世界大约10,000名的世界会会员以及贵宾，在福尔摩沙欢庆第二年的旧历新年。现在邀请您聆听青海牧上师和人开悟的精彩开始。主题是众生本恶，敢有可能？1988年11月15日，空地福尔摩沙，台中。
Supreme Master Chi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res near you. 我们以前中文有一句话说，法律啊，没有考虑到你是跟国王有经济朋友的关系，或是没有关系。宇宙的法律也是一样。我们想逃开这个宇宙法律的话，有一个很合法的方法，我们修行，懂不懂？我们跟着这个世界法律走，不过我们知道另外一条路，走到那里就我们闯去了，懂不懂师父意思？一样，在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合法开车，跟大家一样，这样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即使我们是总统，我们是大官，我们也应该尊重这个高速公路的法律，不然的话，连我们自己也会被灾难。所以师父去哪，每一个地方，大家都问师父能不能施禅神通给我看看。我不晓得为什么，为什么应该看神通？每天神通那么多，还看不完，还要看什么神通？你看那个谜啊，本来就一小虫子而已，啊，种下去，然后都变成那么多大，啊，可以利益好多人，养好多人的生命，这个也是宇宙的神通。花本来它就一个小小的看不见的虫子，撒下去，然后就变成那么多，要让人家好舒服。那么大的话，什么颜色都有，都是从一样的一块地，一样的一桶水，出那么多颜色出来，这不是神通是什么？我们看不到空气，啊，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不过没有它，就我们马上死掉了。那个也是神通，这个最大的神通。我们本来在肚子里面没有什么，要结婚了以后又变成一个小孩在里面，等一下就哇哇出来，然后就长那么大。这个不是神通是什么东西？大家已经都有够神通用了，就不要教那种小孩子玩呼啦呵。我们最好不要讲出来，我们要求神通，人家修行人他会笑我们，你还要玩那种东西啊，懂吗？他们认为我们等级还是很低，所以修行不是神通。刚刚师父说观音法门虽然会让我们有很多所谓的神通，不过他自己自然弄的，不是我们故意夸张故意弄出来给人家看，它自然会调整我们的生活，会调整我们隔壁的生活，会帮忙我们的亲戚朋友，它自然会是这样的。我们去哪里，人家会自然有利益，我们到哪里，病人自然会舒服，我们做什么东西自然会利益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整个国家。我们不应该在那里念什么东西、写什么符咒，而是祈求两三天，而是在那里整天不吃饭，而是整个晚上不睡觉的这样子。这是跟神通一样，小的神通大家都看得到，高等的神通自然跟没有神通一样。跟我们上高中了以后，人家问我们两个 tomato 一个3块钱，那你要两个，那你马上出6块钱了，懂不懂？这个很自然的，你出的时候你也不想，你出6块钱也不想，也不问什么人，也不在那里写什么东西那么复杂，你自然知道了，因为烧水的时候有水过了。所以修观音法门任何东西都有，不过很自然，自然自动到这个程度，连你也不知道。所以在《金刚经》啊，释迦牟尼佛在说，菩萨他不知道他是菩萨，佛他不知道他是佛，阿罗汉他不知道他是阿罗汉。如果菩萨还知道他是菩萨，他就不是菩萨了。阿罗汉还知道他是阿罗汉，他不是阿罗汉；佛知道他是佛，他不是佛。如是，
真正的神通就无我的神通，自动的神通，不知道我们有神通才是真正的神通。我们自然会利益别人，我们看一眼人家就舒服了，我们坐在旁边病人就忽然好，就是这样子。我们修观音法门都知道不应该呼啦哈念什么乱七八糟那么复杂的东西，那些自然的神通自然的力量不会遭到宇宙万物人干扰。所以我们虽然用神通，不过没有用神通，所以我们没有造业障。用黑神通用白的神通都造业障的，因为干扰宇宙的交通，宇宙的法力。假如说一个人他不合法超车干扰高速公路的交通，警察会抓他，也是叫自己的麻烦，警察也会抓他，他会犯法。那么一个人为了他自己是警察或是他的朋友是警察啊，他开很快干扰高速公路的交通，虽然这个看起来是白的意思了，因为不是透弄的而是明白弄的，不过也造成高速公路的干扰，等一下自己有可能遭到这话。所以黑神通白神通赶快的艺术又会遭到宇宙很不愉快的很乱的那个情况。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呢就知道很多很多方法，不过因为我们要得到最高的能力，我们应该学最高的法门。最高法门就是开我们自己最高的能力出来用，不要接别人的任何东西，接别人的神通，接别人的力量，靠别人修行，那个都是人家的，等一下我们应该还给。任何的东西不是我们的，我们应该还给，懂不懂师父意思？早晚都应该给。神通就是什么，您念一个咒出来呼啦哈什么那个了，然后你叫很多阴兵来或是神啊鬼啊护法，那些小小的那个天使被你用那个咒语控制了，叫他来你帮忙我做这些事情，他帮忙很快，不过我们利用他们的能力以后我们也应该还给他们，早晚的话。所以神通不究竟，我们修观音法门的人的神通就是从我们自己的万能力量我们自己那个出来，懂不懂师父意思？不是用那种小小的宇宙的部下出来弄，虽然这些小小的部下小小的神鬼阴兵等等哈，他们也是在宇宙万物里面，他们也是在那个万能力量里面，不过因为我们叫他们弄，他们认为他们对我们有恩惠，所以他们在找我们想要他们的东西，听懂不懂是不是？那么我们自己诸公诸来弄的话，我们不欠人任何东西，我们自己的钱我们用，就不会透过任何的人，是就没有那个应该拿利息呀，所以我们不会有所谓的因果。所以神通跟神通有的不同的地方，明显用的神通就是那种看得到的神通，是物质的神通，不明显自然有那个就是高等的神通，那个不是算神通而是算万能力量。不然的话我们说哎呀静海法师他一天到晚讲观音法门，别人也讲呼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可以成佛，那我们念这样是不是比较简单？为什么应该修观音法门？有没有人这样想？有哈。然后有的人靠呼吸啊，那个呼吸应该注意它，这样他们也认为能成佛。如果那么简单的话，那为什么大家都还不能成佛？
每天有呼吸，每个人可以念从一到十，这太简单了。为什么大家没有修行？这里有很多人修那种嘛，没有利益，所以才停的。即使继续修也没有利益，所以才想，哎呀，修这个真的没有用。其实那些没有用的，人家也说这样是内道。那师父假如说叫你们念另外一个佛的名字，就变成外道了。念一二三四五六是内道，念别的佛号就是外道。佛啊，有很多名称啊，你们应该了解，不是有一位阿弥陀佛而已，好多、哦。假如说我们相信佛教的话，佛教有的人呢念一万佛，有的时候拜忏的时候，你们拜一万佛嘛，每一个名称，万佛忏，然后八十八佛忏，然后一千佛忏，三千佛忏，好多、哦、佛有一万佛忏，为什么有的人还怕念这个就变成外道？念一二三四五六，那你们往哪里去？所以可见世界多么无明，多么分别心。为了这个分别心太大太重，所以没办法开悟。修行都是执着那些名称和依附，懂不懂？看什么人专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外道了。这衣服有什么有那么重要？我也可以去那边，然后把这个衣服挂在旁边啊，然后装另外一个衣服奖金，装完了就回来装这个也可以。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应该勇敢，应该看得开。只有那些勇敢的人呢、啊，才能够去天国，才能够解脱。多数的世界都是跟着别人走，哪一个地方最热闹最多人，那个地方就对了，就赶快跑来跟着大家啊！自己没有用自己的智慧判断，所以在很多弄错的地方。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有自己的智慧，我们不应该听每个人讲。师父到现在还是专所谓的佛教的衣服，因为我以前这样穿，现在继续这样穿，我就让你们知道，你们穿什么衣服都继续穿，没有关系的意思，懂不懂？我今天换，明天换也可以啊。那这样子，你们认为你们也应该这样子换？是世界很乱，每天去买衣服浪费很多钱，有什么就穿什么。这个衣服不是那个那边的人。大家都弄错在这边了，所以才发生很多宗教的灾难。即使这一样的一个宗派，也很多人讲不同的事，都是因为没有得到那个精华，就自己用头脑判断。每个人判断不一样，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就变成挣扎很多。大家有看那个《上帝与凤凰》吗？我认为是修行的东西，因为有听说有上帝，我认为是修行，我喜欢研究一点他们外面都讲什么道德的东西，想了解别人的宗教，了解别人的修行的心态嘛。结果就变成很好玩的那个东西啊！你们看哈，那个美国的那个白色的那个女人啊，他们认为是最漂亮的，美国是最漂亮的美人的，结果怎么样呢？那个非洲的人他说，哎呀，那么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对他来讲黑才是美人，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白色的皮肤。所以这个都是我们那个概念不一样。假如说他们两个都看到那边那个美人，黑人白人都有一样那个万能力量的话，他就不会这样讲。他说，哎呀，两个都好美，黑的人也有万能力量，白的人也有这个万能力量，中国人也有万能的力量，美国人、德国人、俄国人，生恶的人也有万能的力量，善良的人也有这个里面的万能的力量。如果大家都形梦而已，
就完全一样了，这两个被子看起来不同啊，里面都一样啊，水一开出来就知道了，用喝的，用解渴的，懂不懂师傅意思？因为不开，就不晓得在里面什么，外面的挣扎啊，这个那么小，那个那么大，就当然不同，同样。 请问师父，什么情况中才是无眼耳鼻舌身意及五蕴皆空？就是我们入神圣的定的时候，来体会得到。入定有三种的情况，第一是迷迷混混的，跟很深的睡觉一样，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是最低的等级。 就是我们说深睡觉，那第二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头脑还是工作，还是知道外面的境界。不过我们里面很定，我们也可以一边看到外面的境界，一边看到里面的境界。那第三是很神圣的，外面里面都没有什么，这个是无眼耳鼻舌身意，我们自己的人也看不到。 外面的境界是没有，变成本来无一无的那个等级，就是一片光亮而已，宇宙万物都没有。不过我告诉你们，这个也不是最高的，就是在娑婆世界，到现在最出名的人就能讲到那些三种那个而已，还有另外一种最高，那个没办法讲得出来。 所以我也不能讲。请问师父，素食在修行人为了需要以动物为药方，是不是可以？那个不应心的人可以用，应心的人不可以用，因为我们用它，我们应该还给动物的那个材料，比那个树木的材料贵。贵是什么贵？因果的贵。 业障贵，不是钱的贵，所以我们用越贵，我们还给越多。树木虽然也有生命，不过业障很小，我们视它，我们不应该轻负很多。所以我们修观音法门可以洗干净这个业障。动物的业障啊，我们用动物的生命啊，不简单洗干净。所以师父说。 跟师父应心的人啊，不能用啊。不过，假如说你是医生的话，假如说病人需要习惯的话，那师父也允许你们写给别人用，自己不能用。Some of the diseases related to meat consumption and or production, rabies, anthrax, sleeping sickness, Q fever, norovirus, swine flu. Ebola Reston virus. Cured meats and fish increase leukemia risk in children. Antibiotic resistant superbug infections from a strain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Blue tongue disease. E. coli. Salmonella. Bird flu. Mad cow disease or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90% of the population at risk. Pig's disease or PMWS. Listeriosis. Shellfish poisoning, preeclampsia, campylobacter, Clostridium difficile, diseases hidden in healthy appearing livestock. Some of the costs of meat eating. Infertility. Eating just one serving of meat per day increases the risk of women's infertility by 32%, with additional meat consumption increasing the risk. Heart disease. Over 17 million lives lost globally each year. Cos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s at least $1 trillion a year. Cancer. Increased childhood cancers and adult reproductive cancers from hormones in meat. Colon rectal cancer. Over 1 million new colon cancer patients diagnosed each year. More than 600,000 colon cancer-related mortalities annu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colon cancer treatment costs about $6.5 billion. Millions of people are newly diagnosed with other meat-related cancers every year. Diabetes. 246 million people are affected worldwide.
an estimated $174 billion spent each year on treatment in just the United States. Obesity. Worldwide, 1.6 billion adults are overweight, with 400 million more who are obese. Costs $93 billion each year for medical expen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At least 2.6 million people die annually from problems related to being overweight or obese. Environmental. Use up to 70% of clean water. Pollute most of the water bodies. Deforest the lungs of the earth. Uses up to 43% of the world's cereal. Uses up to 85% of the world's soy. Cause world hunger and wars. 80% cause of global warming. Plus more. Some of the costs of milk consumption. Cowpox from milking cows. Bacterial microbes, pesticides, and enzymes found in cheese derived from the inner stomach linings of other animals. Up to 80% of the calories in cheese are from pure fat. Breast, prostate, and testicular cancer from hormones present in milk. Listeria and Crohn's disease. Hormones and saturated fat leads to osteoporosis, obesity, diabetes, and heart disease. Linked to higher incidences of multiple sclerosis. Classified as a major allergen. Lactose intolerance. Plus more. For more urgent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killers. For help quitting, please visit我们日常生活是佛的安排，或者是魔的安排。我们可以知道啊，可以知道。我们修观音法门的人都知道，嗯，我们每天谁安排的，不修行的人当然不知道，因为看不清楚。修观音法门的人早晚会知道谁是魔安排，谁是佛的安排的，这个很明白。 请问广清大师去世流言，无来也无去，没有什么事。请问师父，没有是什么意思？没有是什么事？什么事没有了？<笑>你们不问他，就问我。要是他讲，不是我讲，我不管别人的事。 请问师父，您所认同的真理是什么？是不是《道德经》里面所说的道？哈，这个真理讲到什么时候就讲完了。老子他说，有一个东西呀，不应该用耳朵可以听得到，那个东西不应该用肉眼也看得到。不过我们要抓它，抓不住。 我们就能感受到它，可知道它存在而已。我不晓得它的名字，我暂时叫它道，那个就是师父所讲的真理。一样的情况，我也不能讲得出来，我也暂时叫它真理而已。<笑>不过我们能闻得到它，我们能看得到它，我们能知道它，这个是观音法门的结果了。我们修观音法门，我们可以抓到。 这个感受到这个道，这个真理，我们可以用得到它，我们可以闻得到它。不过不是用耳朵闻的，我们可以见得到它。不过不是用眼睛见的，那个是跟《道德经》讲完全一样了。那个内在的声音不是用耳朵听的，不过听得到；那个内在的光不是用眼睛看的，不过看得到；那个内在的万能的力量不是用抓得住的。 不过能用得到，那个我们说是道，OK？ 请问师父，如何能看清自己的灵魂，以及自己的佛性？灵魂呢？佛性一样啊，心性啊，是佛性的意思了。嗯，这个灵魂呢，也不是有一个样子让我们看的。 刚刚师父所讲跟《道德经》讲一样，我们不应该用肉眼看的。不过我们看的时候看很清楚，
可以看得到修观音法门，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本人，我们的灵魂。所以才说梵文文字心，而是见心成佛，见自己的本心成佛，可以，并不是说不可以。修观音法门可以。请问师父，无论信什么宗教，若了解真理，是否能解脱？是，不过最难就是了解真理。任何宗教都介绍这个真理，都鼓励我们要认识这个真理，就是我们很难认识。无论我们是什么宗教，要认识真理不简单。我们真理就是我们内在的，我们自己那个力量，所以我们应该认识我们自己的力量。那个时候才是认识真理的意思。刚刚师父说摸不到、看不见、抓不住那个真理，修观音法门就是要认识这个真理，然后我们回来看我们自己的宗教的经典，那个时候我们才了解啊，原来道德经讲那个不应该用眼睛看啊，不应该用耳朵听，不应该抓得住，不过用得到，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知道了。那个时候说你了解道德经所讲的真理，或是你修观音法门了以后，你得到内在的体验了以后，你回去再看佛教的楞严经啊，梵文文字心，内在有什么声音，有什么光，有什么琼类颜色的光，释迦牟尼佛坐在宝花天叶宝莲的境界是什么意思，你自己通通明白，自己看得清楚了以后，你看楞严经跟看小孩念 ABC 一样那么明白。那个时候你才说啊，我了解释迦牟尼佛所得到那个真理，因为你得到一样。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的相信道教，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的相信佛教，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的相信天主教的，并不是说天主教不好、佛教不好、道教不好。请问师父，修观音法门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最高的观音法门的，得到最高观音法门，就是变成观音菩萨啊，变成佛，无所不在。千百亿化身，任何人想要求我们帮忙，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美国谁要求我们帮忙，法国有我们徒弟同修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马上处理。在这个娑婆世界已经能利益众生了，不是我们修行等往生了以后我们去涅槃享受世界，而娑婆世界不管他，懂不懂？才是真正的得到。得到的人，修行的人，不是他一天到晚盘腿，然后没有利益什么人，那个是我说逃避。得到的人应该有一种证明，懂不懂？在天上也有利益，有德国，在地下也应该利益我们的隔壁，我们亲戚朋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才是真正的阴阳平均，才是真正的是佛。如果没有得到这种利益的话，我们就跟念浪漫爱情故事一样，自己从来没有结婚，不晓得生小孩是什么意思。Supreme Master Ch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热心的观众，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智慧之句节目。明仔请继续收看《终生不老敢有可能》第三集。今晚请继续收看武松书电视台的艺术家人生节目。这段新闻了后，马上为您播出。愿您的生活平安、喜乐、富足。Thank you for your warm-hearted presence for today's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 Please join us again tomorrow for part 3 of Is Immortality Possible? Now,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Coming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we wish you joy,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WOW.